在绕着，有可能上来是有。还是哦，你绕啦，很酷哎。好啦，来录啦。这是一款新游戏，超帅的、哦。这是一款 HiPixel 的新游戏，录，你也来录。没关系啦，现在，叫出来哦，哈。这个锄头按右键可以射击。同学，我要射击。这就是知道类似什么饥饿游戏。你要不要手拍一下？手拍什么？拍什么游戏？已经 round two 哎，没关系啦。那我就先不录了。你确定吗？新更新哎。好配哦，755。哦，先哦，只剩我们两个还活着。不要。小心你的，不要碰我肩膀啦，僵尸！僵尸主人，不要碰我肩膀，不要碰我肩膀。啊，你死了啊！不要碰我肩膀，可恶！还是碰我肩膀。3, 2, 1, 0。今天我们来看到了 HiPixel 的新游戏《Zombie》。好，这游戏是射击类游戏，可以有一刀斧。手枪，算是很主动。然后三，下面这边有一个300，这是你的子弹量。4，好。我觉得它会不会有材质包？只是它还没做出来，应该有吧？应该。帮那个艾利克斯，大僵尸，艾利克斯需要你帮忙。刚刚我就是这样射，然后。射下去就去死了，同学。帅，我喜欢这游戏。帮打那个。Thank you YT 有180块，有没有 ？Thank you YT 就是太厉害。刚刚上一局的队友太雷了。哦，好，我掉不掉都打都打，还金木打啦，还金木打啦，嘿。不要碰我肩膀哦！那个，你可以自由。嗯？真的？哦，只要有队友还在，那他就可以治疗我。治疗我啊，黑克斯！耶！我被治疗了。治疗我，治疗我右边。好，你在哪？没有没关系，再说。小狗，你先帮打，先帮艾利克斯打。我怎么跳出来？射击的游戏啊，因为它就是这样，有第一个刀子，第二个手枪，所以说它是锄头吧。手枪开啊！手枪以右手按下去它就射，然后下面这边有299的经验值，它就是你的子弹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射僵尸。叫你出来！知道吗？那个队友也问说，这里有那个材质包吗？然后就说没有。我觉得之后应该会做了。然后这样他就被击退一样被射下去，那我们就要可以治疗队友，队友东西我们就来给你看吧。好好玩啊！先不要靠那么近吧。Office 可以进去耶。是当队友吗？手点！僵尸同学，去死哦！走了，不要奔跑！走，不要奔跑！谁叫你走廊奔跑的、啊？你不知道你家人会很疼你吗？你最后变成酒驾的犯者哦。好像有听过，之前我被叫去看那个夜什么的。你手点，我手这个那个，你手左边那个点。OK。不要出来，现在还早自习哦，还没那么快就下课哦，同学。真的是。小心。哦，那个人有技能呢，他怎么用的？就是一枪可以射掉。不，我说他怎么开技能？哦，可以买枪哎，在大厅，帅。哦，小心
那要撑得住，撑得住。我想买 AK， 这么决定搞，我人生就要买 AK 了。好吧。哎、欸，剩一个狼比哪里啊？那对我那边被打。看来这个是一个可以录挂机的地方。有钱男主那么挂机。狂人有钱。有人来吗？哎、欸，物理哥。哦，我送完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中枪啊，同学！你刚刚被中枪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回血在那边。你们 OK 哈？我守得上 OK。我这一部影片。好，他们开那个。What the heck？ 他叫准时来跟零点进到我和油桐。那你在家好像又是哪三点四五点？来玩 Hypixel 的新游戏《Zombies》，然后呢，《Zombies》就是一个射击游戏，可以跪一点，跪到你家吐出来为止。那我今天就来跪这个点，然后同归那个点，然后队友在还耍飞，没关系。那看到没有？这里是第一把枪。我觉得我最近好幸运啊、哦！防震大更新也是我先发现的，所以我的影片是算先出来的。我直接丢钢铁石，被捅了，500个小僵尸、哦，等一下，那个红雀好强哦，他直接贴在那边，然后有东西出来就直接射，好聪明啊！哦，谁？你吗？你那边还好吗？哦，我来。OK， 你要不要来吧？你知道吗？他们都把门关着，那僵尸根本还来不及破坏门，然后他们就把他射死，超狂。我派、去守边那个点，那边有人守。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咱们不要奔跑。同学，走啊，不要奔跑。同学，走廊不奔跑，安全没烦恼，知道吗？懂吗？真是的。你可以一直蹲在这边，老师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们也是这样。可是门竟然已经开了，所以就可以蹲在那边。哦，真的哎！哦，我还不知道哎。你看，你看啥？有有有！哎，他好坑。What the heck？ 哎哎，队友，给力呀、啊，队友！队友怎么那么不给力？很久很久。有有有，哎、欸，我们是谁死掉啊？哦，没有没有 ，stop you， 被那个人很爱盖门呢、欸，那个你要盖门可以打、啊，你要不要盖一下？可是他都把它盖好了。有狗有狗有狗哦哦哦狗阿狗阿狗阿狗狗狗狗狗，不要不要奔跑，知道吗？僵尸你也是。走，不要奔跑！哎、欸，你笨狗，笨狗，笨狗，最讨厌狗。真假？对，我常被狗追，好恐怖。去修门啊 ！OK， 狗火跳，打 OK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有时间修门，别挡路好吗？敲敲敲敲敲，让我们来干架。走，进火跳。嗯，哎、欸，真的，然后可是进火跳，那这样不是僵尸都会冲进来？还是他有什么武器吗？哎、欸、，hotel 里有僵尸啦，同学。哎、欸，这里不是 hotel 吗？你好，这样，嗯。啊啊啊！我死了。嗯，你在哪？哎、欸、，hotel 里怎么会有僵尸啦？哦，我也死了。哦、oh, ，hotel 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我也是。哦哦，我怎么复活了？快点！啊！哦，我去！不是好难哦。对啊。先回蜡笔买枪吧。那个 diamond 那里吧。还是没事。嗯？真的？只有 hyper 当地，你还是要进流星吧。刚刚是讲说在拉比，刚刚你先进游戏上看吧。
好啦。真的不能买，好奇怪。看一下。哦，我的设备电台好。